几个呢？这期视频给大家说说我500多公里的骑行体验和小牛电动 M 加。它和我之前骑的车相比，动力、续航、坐姿都很不错。小牛 M 加车身造型、外观、颜值都很高，缺点就是储物空间很少，湿地刷车会飘，雨天骑行急刹相对危险。加装了铝合金车尾箱，两边车包，两侧防撞条，车镜扩展架，电池和包括前置挂包，三只涡轮增压，手机支架，防晒坐垫，大大增加了储物空间。动力系统，电机功率1200瓦，最大扭矩95 Nm， 爬坡能力13度，制动方式前后碟刹，刹车距离单踏1.4米，湿踏1.8米，减震方式套筒油阻，续航里程100公里左右。电池类型18650汽车级动力锂电池 ，LD 电压48伏，电池容量312，电池重量10千克，充电时间6小时。控制器自主研发的 Arc 矢量控制器，精密驱动电机 ，APP 应用小牛电动 App， 透色功能8K， 小牛自主研发的 BMS 电池管理系统，全方位保护电芯安全，并且延长电池寿命。另外配备的 EBS 系统可将多达10%制动后产生的能量回收到电池包中就错。灯光系统天使眼行车灯、安全侧灯、日间行车灯、半包围尾灯、自动回尾转向灯、驻车双闪。防水等级300毫米防水设计，车座高度730毫米，离地高度133毫米。其他参数：定速巡航、智能定位、智能报警、前倾角25度，把高993.6毫米，可收缩式脚踏，一键寻车 ，GPS/ONS 三模卫星定位，智能系统 V3 中控，三模定位加速度计，移动报警100米，最快时速45至50公里每小时，重量内加装前整车低于60千克。以上参数来自网络，只能作为参考。我平常送外卖带的其他东西，把气筒、轮胎、气嘴、钥匙、真空胎自补液，这三样是应急扩胎自救，还有雨衣、手机防水袋是为了应急下雨的时候，充电宝、相机电池收纳盒、数据线让手机和运动相机能继续运行，带了三个工具是拧车镜、螺丝、自己修车等操作。前置挂包放了一瓶喷水小壶，可以给坐垫或者自己降温。如果我有什么没有补充的，请在评论区或弹幕补充一下。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 UP 主，并给他的视频点个赞，可以的话投个硬币点个收藏。